席吴敦义到高雄参加参会，对比前一天喝得太忙，这回吴敦义一上台赶紧举杯以果汁代替敬酒，笑称回去被太太训了一顿。昨天大概多喝了两杯，回去被太太念了五分钟，喝酒才一分钟被念了五分钟，我说今天到高雄我不喝酒。问一下这个不分区啊，连胜文说真正的政治家不会只为自己着想，这部分可以回应。身体左摇右晃，吴敦义周六替新北立委参选人洪孟楷辅选，在上个场子喝懵了。主席今天是为林口的子弟洪孟楷来加油哦，也是我们南投的子弟。面对提问愣了整整五秒，直到上午赴南投参加活动，酒意似乎还没退散。吴敦义重心不稳，差点绊倒，还好随护及时搀扶。不过当记者问到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酸他进入不分区立委名单厚脸皮，可是立刻回神。主席自己提自己选总统，那不就是更厚脸皮吗？如果用这个主张的话，那不就都是更大的厚脸皮吗？恢复惯有的伶牙俐齿，吴敦义怕喝酒误事，绕过红酒杯以水代酒，就怕又被捕捉到当时斟酒。三立新闻记者会陈秉豪、吴一哲、陈义杰综合报道。